我要辞职。老板，这个需要签字。好帅啊。那个我是今天新来的人。嗯，人事可真会挑人啊。没什么，你先出去吧。哦，等一下。嗯，下次别迟到了。迟到啦，老板。我迟到都是因为谁啊？琪琪。一会儿下班我们去新开那家 KTV 唱歌呀，小三小鱼他们都去哦。好呀好呀，我也好久没唱歌啦。琪琪加个班，改个脚本啊。加油吧。这么变态呀、啊、而且明天不是你生日吗？对啊，哪有我这么惨的人啊，生日还要加班。不行，明天我一定要跟他说我要辞职。老板，我要等一下，我在忙。怎么有人工作的时候还能这么帅啊？不对，琪琪，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？你是来辞职的好不好？好了，什么事？那个我要哦，等一下，这个送给你。这是今天不是你生日吗？这是 Harry William 炫发系列的女士手表，我觉得很适合你。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？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。人事可真会挑人啊。没什么，你先出去吧。哦，是怎么交到这么可爱的女生？下次别迟到了。他生气的样子可真可爱，忍不住真想逗逗他。一会儿下班我们去新开那家 KTV 唱歌呀，小三小鱼他们都去哦。好呀好呀，我也好久没唱歌了。琪琪下个班改个脚本，今天是他生日。还有送你手表的意思是希望你把时间多腾一点给我啊。还要加班啊？那我换句话说，想不想做老板娘？